根据线索显示，这里是无脸怪的聚集地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。快看，有人出来了。小心点，应该是巡视的。这种恶心的组织为什么还有女的？不对劲，又有人来了。不好，桥头全被占领了，这怎么办？先看看再说。